鞋是紫色的吗？大家好，刚刚要跟大家说哈，他刚刚撞到脸了，他很兴奋。应刚刚的要求呢，我们决定再开一组拉拉 Loopsy 迷你拉拉 Loopsy， 配合着荡秋千去帮我拿过来好吗？配合着我们刚刚看的噔噔蛋糕组。那蛋糕组我要跟大家做一下补充，因为这个饼干桥啊，刚刚我们是已经组装好的，那我现在呢就再把它组装上去给大家看，所以就很简单，这样子可以扣上去就可以了。然后刚刚忘记跟大家讲，等一下好吗？其实这个拉拉 Loopsy 啊是可以拿气球的哦。哎，可以拿吗？哎，你刚刚示范是谁可以拿？是白雪公主可以拿，可以拿啦。我觉得好像有点勉强哎，我们请白雪公主过来。好，赶紧拿给大家看好吗？我看看白雪公主刚刚怎么拿的。哎，白雪公主是这样拿吗？哎，好重哦，因为这个还蛮重的。刚刚你不是说白雪公主可以拿吗？你拿给大家看，我不会要。刚刚赶紧在玩的时候啊，她有让白雪公主拿哦，可以吗？头撞着气球，用头挡住顶住是不是？有，然后他就会来的，他就会拿了是吗？有，好吧，那刚刚赶赶他在玩的时候啊，就有示范到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一组，赶赶你现在先让白雪公主拿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组。这一组呢，它叫做，它也是迷你的拉拉 Loopsy 哦，它叫做什么东西啊？叫做 Scoops。Scoop serves ice cream， 这个主角啊，他的名字叫 Scoop， 然后他的身体啊，你看他皮肤比较黝黑一点，他的那个头发是浅绿色的，感觉很像是 mint chocolate ice cream， mint chocolate ice cream 应该是薄荷巧克力冰淇淋的那种感觉，应该中文翻译就是这样。所以你看他头发是薄荷巧克力，有薄荷冰淇淋配着巧克力碎片，然后薄荷冰淇淋是青绿色的、浅绿色的，它的衣服也是哦。然后甚至于冰淇淋，还有它的这个是猫咪吗？好可爱哦，猫咪形状的冰淇淋哎。All right， 我们赶快把它打开来吧。妹妹起来耶！妹妹起来了，对啊，等一下妹妹起来，我们要把它接下来。让他一起玩哦，他这个背面呢、啊、有好多组哦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有买这一组露营组，还有这一组是 Jewel 的Primping Party， 它有很漂亮的化妆台，还有灯，还有一些化妆品。那这组是 Ballet Rattle， 就是好像有一点像是表演吧，芭蕾舞表演组。那这个是我们这次买的 ，OK， 我们打开来哦。刚刚非常兴奋。那呢，我们刚刚已经讲好了，等一下妹妹来的时候呢，我们一人一个，一人一个迷你的拉拉 Loopsy， 等一下好吗？谢谢你。OK。哇哇，刚刚你能不能等一下？那么兴奋啊？嗯，哦，这个拉拉 Loopsy 已经又被橡皮筋卡住了。好了，然后他的腰也被橡皮筋绑住了，我看一下啊，哦哇，好可爱哦，他的这个跟刚刚那只是一样的，只是他的鞋子啊改成是咖啡色，然后桃红色的袜子，然后大家看一下他的裙子哦，好像是那个 sugar cane 那个吃冰淇淋的、啊、下面的那个什么东西啊，甜筒，甜筒配合着巧克力的边缘，后面一个蝴蝶结，所以你看，然后最上面是有一个桃红色的蝴蝶结，跟上面感觉好像是奶油哦，所以它的感觉就好像是一个
就是感觉叫像冰淇淋一样，它叫 scoop， 然后有一个椅子。你先帮我把东西全部拿出来，我跟大家讲。这个椅子也是哎，你看是个甜筒，上面是冰淇淋爱心饼干，一样的。然后我们让这个 scoop 做一下，哇 ，perfect， 好可爱哦。然后它呢也有附一个粉红，哎，其实有一点不一样哎，一个粉红色比较深，一个粉红色比较浅。这个颜色比较深，这个颜色比较浅，然后都是配合着巧克力 topping 在上面。好，我们放着。OK， 我们放着。然后在杆杆帮我们拆的同时呢，我们让这个拉拉 Lupsy 坐这里好了。然后这个是刚刚的。哇，这里是一个 stand， 哇，好漂亮 ，ice cream shop。所以呢，我不知道大家看得到吗？我这样子看好了，这样子看得到吗？哎，这样子好了啦，这样子可以吗？哇，好可爱哦！它的那个，这个应该是遮雨棚，是粉红色跟白色，上面还有一个破洞。正面呢，它的这个台子的底座啊，也是感觉像甜筒一样的造型哦。一个招牌，一个铃铛，然后这应该也是招牌哦。这如果仔细看的话，我不知道大家看得到吗？这其实是菜单诶，是 menu。它有说，我看一下啊 ，one scoop 五 cent 五毛，然后又 one scoop 十五毛，两个 scoop 二十毛。然后五个 scoop free， doesn't make sense， 怎么可能五个 scoop free 呢？然后这边又有招牌，这边写什么 free sprinkles， 免费的糖果粒。那这边呢？这边写什么？Pet window， 宠物的柜哦，好可爱！这个是宠物的柜台，所以说如果他们每个拉拉 Lupsy 啊都有自己的一个宠物哦，帮我拿一下这一组露营组。露营组的话呢，它的宠物啊是一只小鸟，然后赶紧帮我再拿这个超级迷你组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超级迷你组啊。你仔细看的话呢，他们每一个他叫 TP 也有一个宠物，所以这个是给拉拉 Lupsy 乐乐天使的宠物买冰淇淋的小柜台，好可爱哦！哇，然后呢，我们放这里给大家看。这个是挖冰淇淋的。对啊，好啊，我们这样子给大家看。Oops， 这样看得到吗？那这样可以。这柜台放这，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挖冰淇淋的，哇，好可爱哦！好，我们放这里好了。还有吗？你拿的这个刚刚介绍过，我来拿，你好像拿不出来哎。这个又有一个冰淇淋，哇，这个卡得好紧哦，哇，好可爱！我想要这个，这个好可爱哦。给大家看一下，你看，饼干冰淇淋，好，给你看。然后这个是巧克力雪糕，哇，已经被人家咬一口了，是拉拉 Lupsy 咬的吗？好，我们放这里。然后还有一个是大盒的粉红色冰淇淋。哇，也是薄荷巧克力碎片口味哦，配合这一个粉红色的杯子，上面写着 ice cream， 好可爱哦。薄荷巧克力碎片。然后这个，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它的宠物，不是冰淇淋，可是它的造型啊，也好像冰淇淋哦。它是 scoop， 这个拉拉 Lupsy， 这只拉拉 Lupsy 它的宠物呢？就是一只猫咪，它耳朵呢用甜筒盖住，眼睛呢也是黑色纽扣，然后跟 scoop 一样呢，头上也有白色奶油，身体呢也是
穿得像甜筒一样哦，然后后面有一个尾巴，好可爱哦。所以这一组啊，可以配合着后面那一组一起玩哦。妈妈把这个收起来。哪一个收起来？好啊，那你让 Scoop 去玩后面那一组好不好？去玩这个蛋糕城堡，好吗？你让 Scoop 溜滑梯看看，哇，那你让他的宠物溜滑梯看看。哇啊！他们卡住了，你不给他们拿下来。哇，所以真的很可爱哦。而且我觉得这个啊，非常适合 Pinky 派。锵锵锵，碧琪来了！碧琪也是很适合。我看一下，碧琪能站在柜台后面吗？哎，可以耶！大家看得到吗？我看一下，碧琪也是很适合这种类型的点心店哦，所以我觉得其实彩虹小马跟拉拉 Loopsy 都很合得来哦。现在敢敢呢，想要试着让另外一个拉拉 Loopsy 能不能拿甜筒，可以拿吗？没办法哈。好了，我们再把最后的这个放在这里哦。这个椅子呢，他们也可以坐，放在前面让大家看一下好不好？然后我们就把妹妹叫下来，让你们两个一起玩。然后这个是他的宠物猫咪，然后这个请拿给我，这个是汤匙，这个是这一组的冰淇淋，这是巧克力碎，巧克力薄荷巧克力碎片冰淇淋，这个放这里好了啦。等一下，好了。OK， 所以这一组呢，就是我们今天又在开的乐乐天使 Scoop Ice Cream。那今天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感恩请跟大家说拜拜。他已经等不及要玩了。